运动和健康的饮食是保持最佳状态的关键，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这样不规律的生活习惯让我开始担心潜伏在体内的问题，例如心血管疾病等等。后来我发现有一种有效照顾心血管健康的新方法，那就是 OSIM uVibro 心血管疗法仪。心血管疗法其实是一种血管保健法，它能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，好不好？我们来做个实验，看看 uVibro 的效果。实验开始之前，通过这个身体检测 APP 看一看我目前的状况。显示红色的部位代表血液循环良好，蓝色的部位表示不好。其实坐在这个 uVibro 上啊，感觉是蛮舒服的，而且啊，不只能坐着哦，我还可以把它调成躺椅哦。好啦，开始啦，来啦！哇，这一波波的震动哦，让我感觉到身上的这疲劳好像慢慢的消失了。uVibro 的设计可以从一个休闲的坐姿慢慢调节到160度，几乎平躺的角度。这160度的平躺姿势，让我们的脊椎承受的压力降至最低，所以血流没受阻碍，变得更顺畅。你知道什么是水平律动吗？160度的平躺姿势加上高频率振动，这就是所谓的水平律动。水平律动是透过振动加强体内血液流动的力量，增强血液的冲击力，产生洗刷血管的效果。此外，医学证明水平律动能帮助我们体内产生有益健康的物质，如一氧化氮。血管保健法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长期保持足够的一氧化氮，它能使血管扩张，增加血流量，并降低血压。但年龄增长和不良的饮食习惯会造成血管逐渐堵塞并老化。现在让我们来比对坐在 OSIM uVibro 之前和之后的检验结果，看看我的血液循环和血压有没有改进。你看，身体的一些部位变得很红了，我的血液循环真的有变好，血压也降低了，这表示啊，我的血管扩张，血流量也更顺畅了。其实刚开始我是有点半信半疑，可是用了这个 uVibro 之后，我真的感觉到整个人精神饱满，尤其呢是看了这个检验结果之后，我更加对它另眼相看。才用了 OSIM uVibro 心血管疗法仪15分钟，就能达到良好的血管保健效果，休闲轻松的照顾身体健康。有了它，你也可以和我一样轻松保持心血管健康。 OSIM